就先整箱整箱扛进来，有没有？所以先暂时放。但是也要过这个卤嘞。对啊，我们还没有团饭，先放完。哎，对对对。哎呀，那个就在那个外面这样子的，好，不然这边不要再给人家那个弄脏了。好，好，那我们待会儿那个要走的时候哈，找个两个人来帮忙把地拖拖。好，好，没有的，没就是因为你们拖了，你们早上若是没有拖了哈，我就直接穿进来了。就是因为你们早上都拖了，真不好意思。不用拖，不用。那不然我这边帮你擦擦。哎，不行了。哎呦，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哎呀，你多笑笑，你开心了，我来这边就值得了嘞。对，那个还是照那个先来哈，好。哎呀哎呀哎呀！又下来什么？哎，但是你那个没有味道。有红酒，红酒。嗯，它是出水的。花雕，总是得要换个口味，那就给别人。师傅。花雕。没有带梅竹了。孙孙呢？孙孙呢？喂，当然，阿舅阿姐姐来给我。不要你。一样没有带梅子可以配来接了吧并告台东市海山区会长交代观摩学习。现在由本会会长赵武铁代表本工会，迎三面礼，以表示最大敬意，请会长赵武铁就位。献香花。一献礼。礼敬一下，礼敬。
让那个这些小娃们的哈拿到的服饰啊，只有那个外向上面这个有钱的东西，而是一份呢有这样子大伙在旁边这样照顾他们，啊，不管他们的那个背景是怎样，不管他们的际遇是怎样，但是他们来到一个幸福，而且来到一个啊能够感恩知足的地方。关心跟我们施工，结果就是你，哎，你现在讲的就是你了。哎呦，摸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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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音福报不，哎呀，摸了摸了，比我们最大。哎呀，摸了摸了，因为没有这个哈，其实呢，就在这同一个院里面，没有你们这样子哪来这样子啊？总是大家都会的。像你这样子，哎呀，大家都会不进的，大家。话都只有到一半了，大家都会，但是大家都知道怎么想，但是未必没有几个像就像你们这样子，都会做。想是一回事了，说是一回事了，但是是否真正的去做，那是另外一回事。哎呀，所以呢，刚才不是那个，啊，诸师扭扭透天听嘛，但是。哎，钟声扭扭透天听呐，啊，佛心传佛咯，达人心呐。没有什么哈，没有什么可代表，但是就只有这样子，话说明辛苦。你的佛心已经现出来了。哎呦，磨了，磨了，真的，真的，真的，哎呀，已经现出来了。我就是喜欢喝酒而已，哪有什么的。那待会儿就是那佛心，有佛心的人讲出来的话，就是真正的一句话。哎呀，那个待会儿我去那边看看那些玩。我当那个戴师傅他们就再去那边看。好的，好的，好，好，谢谢，谢谢，来打扰了，不好意思，谢谢，谢谢，辛苦，真的。哎，那个待会儿来几个人把这个地拖拖。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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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您是怕他们拖的不干净？不是，不是。
谢谢。哎，那个，咱那个这没有分那个什么？这有分荤素吗？没有没有，那个是这个可以。这那个老菩萨可以吃了。啊，卖奶卖奶，他要不要？不是，这是禁。他是素的啦。蛋奶素。我不是素。他是给我们小朋友。这个小朋友也有小的，这个是禁。小朋友的有另外的。小朋友的另外准备，没关系，我们一定要看小朋友的。好，谢谢。那不然这样子好了，我的那个黑糖心还有吗？我的黑糖心可以吃吗？可以在车上，在车上，在游览车，那个拿一瓶来。游览车那个没有，那个卡车上面也有。师傅拿卡车上面。拿一个脚长脚快的去拿一个来。黑糖筋哦。黑糖筋。我的那个黑糖筋来。黑糖饼。过来。今天是师傅那边都只挂着玩呢，有多少东西给我啊？他说有，师公没有东西都先给小朋友啦。对，他说你都要顾好自己。你的心都挂了。我同你讲，我这次出门了，有带一样东西。那这样东西呢，是要看着才可以。我已经出门了，那个导致那个现在第二日了嘛。是。这东西我还没发出去的。可是我们的主任，对的。在家里我就安心。我的主任非常慈悲，哎呀，非常爱那小孩。哎，师公啊，所以待会儿我拿一个东西给你，完全符合你的那个。咱们没有脚比较长的吗？跑得快一点的，跑得快，他是最快的。他去拿那个礼物给你。对，他就拿礼物准备给你。没有礼物，原来我不高兴。我没有什么礼物，我那不是礼物了。我知道你不收礼物，但是我这个是心意，心意你们不收吗？心意也是礼物。那我，心意那是大礼物。我跟你讲哈，到这眼前为止的，我送出的心意还没有人敢不收的。小黑鸡，你是吹吹吧？你脚比较长。小黑鸡可以干嘛？小孩子很忙啊，让你去忙你那边啊。那个贝贝去哪？钱来了吗？那个哈，是出门的时候在路上虽然还没到那边，就是能不能给一两盒在旁边备着？是啊，好。礼物还没到，这个先转交给住持。哎，待会儿等我那个。下次叫个脚短的跑就可以了。有这个脚，这个脚不长。这个哈，就是你旁边都拿不到的，只有我自己。是我现在就拿到了。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啊，这个啦，这是代表您的一个，大伙这个不善。哎，那这个呢是我的一番情谊，所以这你就不得不说了。嗯，可是我有，我出门之后到现在，我跟你讲，这是开箱第一罐。是我有心意，但是没有什么东西送给你，那怎么办呢？怎么办？那你就要原谅我。那个，你没有给我讲，他们都没有给我。那个哈。从这道眼下所付出的，我这一小瓶都还抵不过的。谢。结果给我们的小朋友一个连一个。那个我另外带，我那边还有很多了，他有很多。对，还有一个小卡片 Be happy 要开心要快乐，这是一个祝福的话，一个祝福的小卡片，祝福的话。那个哎呀，看着看中你，能劳烦你开一个。哦，好来，
这个待会儿咱们这里面的大家一起了哈。不能家里那个人，我们这里通通一个人要。我们师傅都有哈，嗯，好，嗯，一个人一个，这样大家才是结果大业。对呀、啊，一个人一个才有结大缘。嗯，哎，这我送的我还要自己吃啊？哎呀，好，谢谢，哦，谢，这样子心情就快乐了，让你那个。嗯，这样是啊，来，快点，来这边。好，这样大家都结到了。来，大家都捡到了，哎呀，健康，谢谢。哦，来，你看大家都捡到了。您来了，您拿湿那个，能吃到那个吗？大家都捡得到哦，这个盐大家都接在一起，有多好呢？这个比较胖嘛，你这样下去之后，他只有吃到这一半。我以前也有那么胖过。这边还有生，来，他得再吃一半呢，这个就一半的份量。对，这个怕够。心意足够了，谢谢。一百多这样子，我们还有。那个有，还大人了。有，都有。虽然都没有太大盐。虽然都是同一家了哈，虽然都是同一家了，但是啊，咱们要出去那边还是得，好啊，哎，寻思吃一下，对，还要拿一个还没吃到底的，好，身体健康啊，身体健康，阿弥陀佛，谢谢。哎，你走南走北走东走西，绝对吃不到这个由那个老菩萨的这样子亲示的饼。嗯，那老菩萨亲示的饼是我送他的，他拿去送给别人。大家感谢。啊，那是仗这个师傅的那个福报。还有大家。好，对呀，大家。好了，准备了，准备了。谢。你看大家的眼接得很好。你看这样子，有东西，哎呀，谢谢。你看，虽然只是一小块，虽然你只是一个人，但是你看你这样子的付出，这样子，哎呀，一个谢谢，两个谢谢，三个感恩，四个幸福，哎呀，这不是多了快乐吗？就是嘛。哎，怎么每天这样笑，快乐，笑，快乐，哎呀。对，人生活都快乐就好，有钱没钱无所谓。哎，您知道我那个到那个什么，我到那个院里面去啊，我到那个其他地方院里面去啊。对，那有些那个老，有些老菩萨呢，他们也是做这个。我也跟他借了一台，大家来比看谁比较快。其实有时候啊，讲这道理太多都没用，但是你得讲他的心的道理。那个心啊给掏了起来之后，哎呀，心开了就啥都开了，心开了脑筋也开了啊，念头也开了，人也不烦了，后面你所通他讲的这些道理都把他们都进去了。对呀，哎呀，太感谢了。哎，过了，哎，都过去了，我就先过去。好，总总谢谢光，谢谢。然后辛苦了，小光。没问题，我来比较好。谢谢光，蜜桃花。东林。啊，壮林，请小弟再用海山寺三宝佛一众心性，用三一种的时间，请一吉祥。再一宫，三一宫，内行。好嘞，咱们过来，我来那边。我要答谢啊，你要答谢。哦，答谢。哎。
谢这样子机缘才有人办法来到这样特别的地方。那不然呢，他要是来打咱们的，我看老菩萨可能没有这种经历过。个个都中了，你喊那个师傅，你喊注意就有了。追追追！整对了，整对了，整对了。啊，整对啊，整对啊，不错的。您知道为什么我喜欢到这种地方来吗？地方虽然小，这个地虽然小，但是到处充满了不同的味道。每到一个地方。故事，那这些故事的往往就可以让这大伙这样子来自小许小许的地方，就这是托你的福。哎呀，磨练磨练，天哪！有讲的是别人的故事，但是这些故事是要靠谁呢？能够把他们给这样子来完整的串起来呢？就是刚刚讲的没有事。暂时你就没办法继续来坚持来继续做下去了。希望那个大伙儿哈，以后到了这边呢，都得记得哈，咱们曾经踏过这个地方，咱们曾经走过这个地方，这是一个充满传奇的地方，这是一个非常有故事的地方。在这故事里面呢，没有什么说什么事情都是一定必然的，也没有说什么事情呢，都是你一定要，你有付出就一定会得到什么收获的，但是你没付出是绝对不会有收获的。一样是在这个非常美的地方，一样是在这非常累让人感觉舒服的地方。不要讲得那么好嘛。那咱们就不要讲那么好，咱们改用唱的啊。啊，在这个地方呢，希望哈众人来的时候看看他们的故事，然后想想，在这故事当中，你能够学习到什么？你能够，啊？启发到什么？一个人活得长，一个人活得短，一个人做得大，一个人做得小，那都不是重点，而是当你再来回顾您的这一生的时候，您有没有您自己的传奇？您有没有您自己的故事？到了什么地方都不要忘记了，咱们到了小镇来，咱们到了啊这个小城来，咱们到了这个地方来。一个人的价值不是在于你有多少钱，一个人的价值是在于你有多少值得让人来传颂绵延不绝的故事。说的这里希望大家给怀婆一首。小镇故事但是从外面的曲儿还是听听吧。在咱们这边的故事里面，让给这些娃儿们更多的喜，更多的乐，不会因为他们的背景，不会因为他们背后的事情而让他们失落。这是您最大，这是您最辛苦，这是大伙儿这是感恩的事情。所以呢，在这个地方真听了这么一段，也是这个小城，哎呀，一个更好的地方。请你
有时候呢，这个曲呢，一首歌，其实歌中曲中呢，更难的线索，在这歌中曲之内呢，就有一个很多道理在其中。夜雨下，说一说，小城故事难不算。与你朋友一起来，小城来做客。刚刚谁有吃到那个老婆婆送的饼干呢？哎，那是不是该？谢谢老菩萨，客气各位大德。好了好了，真的得走了，真的得走了。缘分啊，哈，大家缘分。来过去那边看玩呗，哈，好嘞。我们这边其实是我们师父那个海山寺的师公师父创办的，然后因为他当时就很发心啦，考量到那个我们台东地区啊。没有这种收容，就是比较家庭功能不彰的一个孩子，所以他当时就很发心，在1998年的时候，然后就创办了我们海山佛家园。然后我们这边基本上目前是收容40个孩子，然后我们是男女兼收，然后最主要都是依照那个社会局的儿少权法跟法院的一个少年事件处理法，然后去帮忙这一些就是家庭功能不彰的孩子。然后我们今天孩子有一些陆续返家，因为今天有那个连假。就大概有5到6个孩子不在，然后目前在家园内还有剩下几个孩子，然后因为刚刚我们就听到吃饭的声音嘛，那个孩子都陆陆续续吃饭了，对，然后大概是这个样子，对啊，你们这边师父有没有什么话要给我们一些鼓励的？啊，您刚才讲说你会还问说我们在这边有没有留多久？我想说你会讲个2-3个小时，2-3就结束了是呗？是听故事的，不是说有好多个故事。我们这边小朋友基本上不要，因为我们就是当然，因为我们这边是儿少保护单位嘛，所以他有一些法规上面啊。不过我们这边最主要的孩子，都是因为家庭譬如说有一些被家内性侵，或是被家庭暴力，然后或者是说父母双亡，大部分孩子其实会到机构都有他自己一个比较辛苦的一个生命的历程啊。所以我们这边基本上目前是有20个老师，365天，然后20小时都照顾他们。对，当然我们少数有一些孩子陆续能够返家，不过真的非常少数了。你看这一次连假4天，其实真的能够回家去度过这4天的孩子也就5到6位而已嘛，就剩下30几位孩子，你看就是甚至家里是完全没有那个功能的。对，所以这些孩子确实是也比较让我们心疼。所以其实我们这边老师是轮班，然后365天都会照顾他们，甚至连过节啊，逢年过节，其实我们就很像他父母一样啊，要陪着他，陪着他去度过每个节日。然后当然我们这边孩子啊，他其实因为有不少孩子是从我们创办就已经在这边生活了，然后可能会一直会生活到18岁，然后甚至到大学毕业24岁都有可能。会照每个孩子不一样的状况，然后我们会做不一样的一个处遇的一个方向，不一样啊，然后就是能够拉比较更弱势的一把，这也是我们一个创办的一个宗旨，对啊，是，所以总之也是辛苦，是，不敢不敢，所以哈，有些东西就是这样。在最当初的时候，在最原始的时候，也是只是因为一个发心，这东西是一开始就有的，在这边等着你们的嘛。哦，呵呵，是。怎么突然听不懂？怎么回答？是我们师公这边发心的，师公发心的。我说啊，这个愿呢、啊，就是一开始就有的，绝对有的是。哦，是。是，我父母都走了。哈哈哈哈哈！可以跟我们一起啊，帮忙帮忙。28岁，啊，浇水啊。老人家嘛。但是啊，你得考虑一件事，你知道吗？这边吃素禁酒。哈哈哈哈哈！你有
些东西都是这样子，这只是一个发心啊，这只是一个发心，但是您得敢发这个心啊，是敢发这个心。当着你的心念的发了，当着你的心头发了，当着你的心愿发了，有着这个心能够发了出来呢，后续的你才有办法继续接着做下去，才做得出味道，才做得出这样子不断延续，这样子不断延绵，而且会做出那一份的成就。如果说呢，你今天只是为了牟利咯，我来盖了一间啊院所，为了牟利的，其实啊，你做的不快乐了，为什么啊？因为整天只是在想说，为什么这边跟他要的补助钱还不来？为什么这几个人的家里面钱还没去？是。同样做这件事情，但是你会做得开心吗？绝对不会，做得斤斤计较。当你越是斤斤计较的时候，当你越是这样子做得不开心的时候，沿着相对来产生的呢，就会有更多的计较，跟更多的要求，跟更多的不满就跟着出来。您不是志工吗？不是，我们这边基本上算是在这边工作。对，对，是。有点薪水，有薪水，那他就不用问了，绝对嘞，不要问。赚的哈，除了有形的这个薪酬之外，其实呢，就像那个，哎，这边有谁骑过马？有人骑过马吗？我看一下，唯一可能就只有鹅爸爸。哎，那是哪没有骑过？哪一种马最难骑的？野马，野马，野马。对呗。哪一种马最难骑的？都很难骑。刚才讲的野马，对呗。某一个小娃儿进来的时候，都像是一头野马，充满了不信任，充满了不安全，充满了苦，充满着封闭的心，就像是一头野马。你想骑上那个拖那个野马的话，你该怎么骑呢？顺着，将它给五花大绑绑住了吗？将它给脚给打断了，让它不能跑了吗？它骑上去吗？绝对不行。而是在于一份发心，在于一份您用什么样的心来去。让其感受，让其愿意接受，温煦呢？做的不就是这样的工作吗？可是当你将一头野马，从原本的敌对，从原本的不信任，从原本的啊抗拒，到最后，整晚都这样子跟在你旁边，啥都要听你的意见，那是一份的成就感，也是一份的荣耀感。所以啊，有时我就这么说呗，一个人的成就大小是看至于说你能够取得多少人对你的信任，多少人愿意当把你所讲的话呢听得进去，而能够放进心里的，那才是最大的成就。若是呢，有人呢听你这样讲呢，表面应承你，但是事后不当一回事，那你只是浪费时间在自己多讲话而已。所以为什么带着诸位来这样看？有时啊，发心就可以到这样子的一个规模，在相对的这个心发的很大，发的也久。那不是一朝一夕，那是经过多少时间这样子不断的这样子留下来。那有时他们前面这样子的发心，才有诸位这样子后面的做事。对，没有出门去绕绕逛逛过，你有吗？啊，有吗？哈，你有去看过你的同业吗？有同业。
这边叫我们这边台东目前是有3000跟我们一样收容这样的孩子的。对，那您到外面去看的时候，再回来的时候，您有什么感觉？我们这边其实真的很照顾孩子啦，对啊，我们这边是在至少对啊，在自这个你又想说呢，跟答案比起来呢，你也是有一份的这样子，那个满那个什么知足感，满足感抵着他人呢，来抵了，人是比他们还不错嘛，对不对？是，更不用讲说到之。去过了其他地方，他们有去过的地方呢，有一些地方呢，纵使他们有心想做，但是他们仍无法做到眼下这般的规模，他们也无法做到眼下这样子，有的甚至于做到快垮掉了，只靠着这个意念在撑嘛。所以，小娃们是小娃们的事情，但是大人是大人的事情。当您在让这些小娃们懂得知足感恩的时候，您自个是否也有这样子到处去看看他人，然后再回来看看的时候，有种感觉说，哎呀，还好，虽然一样是得付出心力，但是你能够更专心的去付出在你这些给娃们，那您背后没有那。比之他人就叫没有那些压力了，对不对？至少衣食还能不缺嘛。是。所以啊，为什么这次咱们来，咱们没有带那些衣食啊？但是咱们带来的是一份关怀，是。啊，纵使那只是一个小东西了，但是哈，就像方才我那个送给老菩萨那个，那个是环台弘波开封的第一罐的、就是因为那是老菩萨对其来那个敬之重了，对其来那个表达谢之意。所以您刚才讲说有那个什么那个受枪代表是吗？我们刚老师就要去吃饭，帮我代表。您的年纪已经离那个偶尔已经有点距离。是。你看谁已经吃饱了，可以给他可以给我他的名字，可以给我他的几年级，我们先把他不行不行，我们这是保护性机构的，那我们就是另外一个，对，那随便拿一个那个不同的，我同你讲等一下。主任那个呢名不张扬啊，但是哦，那是跟他们讲，那是一份感觉，知道吗？所以你待会儿找哪一个人来呢？你先跟他们讲，让他们先跳出来。好。因为每一位有专属的礼物，我们影片会处理。好，对。哎呀，加了一个字，这是他的。是。这是一份小，不一样的感觉。是。这是一份不一样的感觉。对。那个这个小包哈，送至这个小包啊，只是想说哈，希望呢在他们呢在这边，除了小会到感恩，除了小会到知足，然后他们还能够小会所讲的这份感恩这份知足呢都存在自个的心里面，当知有一天呢，他们总是有一天会慢慢的长大嘛。是，当知有一天他们慢慢长大了之后，他们将他们所在这边所学习到的感恩，所学习到的知足，所学习到的付出，都来一一的装在这行囊里面。是，背着这行囊，这行囊有这里面所教他的任何事情，能够顺利的来自踏出。
吃力来自踏处。这是我那个送给他这些这个小行囊的那个一点点的，是希望的期待与用心的哈。谢谢。啊，当然无法同你们那个大背包来相比，但是您走出去找不到有魔亲签的这种包包。是是是。然后那个代表那个来讲的时候，您自个不可怜吗？就像方才我讲的，大家都用一样的，大家都用一样的标，都用一样的眼光、一样的标准去看，说这些院所内的这些人，但是在某些程度上面，或许他们各自有各自不同的故事，但是在某些程度上面，他们来到这个地方，他们比诸位更幸福，因为他们比诸位更有家人。那到底是他们幸福呢，还是你们快乐呢？到底他们因为呢这样子际遇，到底他们因为呢这样子的一个背景，到底他们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过程，纵使因为这样，但是他们换到了另一个可以重生、可以健全的地方。我常讲，凡事一体两面。换之相对来讲，或许你们没有他的故事，或许你们没有他们的际遇，或许你们没有经历过他们所经历的事情，但是，那你们自个现在正在经历的呢？你们自个现在正在过的呢？当之我们要去看别人如何如何的时候，反过头来你们想一想。难道你们自个真的就过得好吗？难道你们自个所过的，来到这个家，你再去想想，当你们各自回家的时候，或许在某些程度上面，你们会去羡慕在这个家里面所住的任何人。所以为什么哈，我老大要我来带着诸位这样出门走走，我有讲经说到了，莫要说什么大道理了，但是哦，要用不同的你们讲的眼光，要用不同的思考，要用不同的角度去看不同的事情，才能让各位呢来自呢啊生活上有所转变。方才九仙又讲了一句话，他想说：“哎呀，他搬到这边没有错。若是啊，你们觉得你们现在这样子在这家庭当中的生活不满意，你们觉得你们家庭生活这样子不和乐，你们觉得说你们家庭生活里面这样子一片乱的话，那不然搬过来就。”找一找搬过来这边一起住好，但是哈，你说好嘞，这边资格不符还不收嘞，那你不是更可怜吗？超龄了，怎么不行？你比他还不如嘞，他还能够进得来，你还进不来？进得来不行。凡事啊，不要用自个的想法去看别人。你不知道哪个时候嘞，当你在对着别人在比较的时候，其实您自个已经被比较下去了。只是你自个没发现了，也像我讲的，这不是最简单的吗？所以我从不觉得他们有什么这样子的，啊，反而是他们会因为这样子而改变，他们的人生会因为这样子而改变，让他们变得更好，他们是比你们更幸福的，啊，哎，这个包袱是让你当。不是让你装嫁妆的，所以你嫁妆还有一段时间啊，你不要想，你想太久。但是是要让你装进你所想要的自己。那个上面都是你吗？对，这都是你专属。哦，虽然颜色是一样，但是那个也是不一样。谢谢。女娃的东西是不一样，对，不一样。
但是他这个头发这么短，可以。师傅，那短头发也有啊，适合的，对。而且他们可以交换。好嘞，希望嘞，借着这样子哈，这里还有一点那个，你莫以为这是那个不小心那个哈，掉到地上去沾到那个脏掉了。这是不，这是我小小的一点，不是黑彩，黑彩就是。这是我一点小小的那个，啊，一点小小的祝福啊，啊，所以你这个袋子拎出去啊，你在外面找不到第二个，除了这个院内都有了，除了院内以外，你外面找不到第二个，啊，好嘞，好嘞，好嘞，谢谢。啊，然后哈，希望呢，你能够在这个包里面呢来装进。啊，你希望嘞，诸位啊，或许我讲的比较直白，但是诸位真的不要认为说，自认为幸福是幸福，自认为比之他人更强是更强。想一颗尘土，有谁看出我的脆弱？就辛苦，很多东西呢，很多事情呢，就是这样子。只要你能够保持这份心，你的未来比其他人更是来宽广，对不对？就像你喜欢笑，就像你的心呢，啊，很多东西不用去计较，因为我们不懂，对不对？当别人用这有色的眼光来看咱们的时候，反而你要用彩色的，彩色的态度，用彩色的思考去。他能给咱们黑白，但是咱们可以给别人彩色，对呗？刚才我讲讲，你们觉得说还好，到最后你跑到这个地方了。将这个呢，所有的将这个祝福来把它给装到袋子里面去。好，好的好。这曲你会唱吗？就用这一曲来送给你们，来送给你们，用这一曲来做个今日的完结。此刻吧，像一颗尘土。Yeah.
那个，然后院所有准备改现状，请理事长代表嘛？那怎么搞？搞哪个地方去都是要，他们都是要弄的这么一个指数。理事长，理事长，眼睛打开，看不到的眼睛是长长盛夏。两位希望好点能离开日军的宿舍。谢谢，谢谢。好嘞，这就是咱们的风格，这就是咱们同行人不一样的地方，这就是他们别人无法来消息的地方。说他也会。